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海老马。看我身后了吗？这个就是老马的工作室。工作室呢，就在咱们城山海景阁的南门，往西边第五个门。像一会儿呢，下午一点呢到三点的时候，老马会在这个小区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直播。大家可能从网上看了很多相关于城山海景阁这个小区的视频，但是呢，你仅限于单个的一个视频，可能拍的都不是那么全。今天呢，老马在这个小区，从海边到他的配套，到他的房型，挨个呢做一个现场直播，给大家都走到看到，让大家了解的对这个小区了解的更深入一些。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，我到咱们这个工作室老马的工作室给大家拍一拍，说一说。粉丝之家，这也是咱们粉丝啊，就是聚会有的时候过来。外地的这个是咱们荣城市区的一个平面图，这面呢是它城山海景阁的一个沙盘图，里边呢就是在老马的这边一个办公的一个区域。到时候呢我会把它的区位啊，包括它周边有什么啊，我包括从海边到配套到房型啊，我都会挨个的给大家走到让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里边提出来，就是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山东荣城和这面的海景房，包括什么体验房啊，三天两夜的体验房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，里边都有什么呀，包括它的房型是啥样，是有两居的还是三居的呀，都得给大家说的讲得更清楚一些，包括这个楼盘呢什么时间能办证啊，哈哈，这些呢老马都给大家讲一讲。有感兴趣的呢可以下午一点进到三点进入老马的直播间，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。